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学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，彩虹喷泉。准备材料：彩虹味苏打、柠檬酸。色素：透明瓶子。取样勺：漏斗。洗洁精：清水。实验步骤：往瓶子中装入1/4的水，滴10滴色素，倒入洗洁精，3勺柠檬酸，搅拌均匀，迅速往瓶中倒入3勺小苏打，喷泉源源不断的涌出。今天的实验做完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趣呢？科学原理：小苏打和柠檬酸反应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，在瓶子里将洗洁精溶解，吹出大量的泡沫，于是彩色喷泉喷发了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